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无数次的痛苦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早已离沙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在坎坷我也不怕。贪多情和庸碌落下，没什么会让我感到恐惧害怕，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纯色帮吗？纯色帮，没想到又是你们。没想到考试遇到我们，你还能考进来。好久不见呐，两位前辈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哼，别那么紧张，新换气好用，要不要我们来教教你呀？不必了吧，改日我再登门请教。别装傻，乖乖交给我。混蛋，竟敢得罪我们纯色帮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正好学长，你教教我，这是什么换气啊？怎么用啊？学弟，收着吧，兴许能防身。纯色帮？是啊，我打听了下，据说是天武学院势力最强的学生组织，纯色系优等生俱乐部，背景盘根错节，甚至通缉天武殿呢。这么邪呀？搭上了半年的零花钱，才保住他。啊，要给钱呀、啊？难怪学长没告诉我怎么用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啦，各位新生，今天是我们几个班合上第一节幻术基础课，我会教大家怎么使用幻术，发挥幻气的最大效力。昨天大家应该都去了四方宇，并且挑选了幻气。好啦，拿出来，咱们开始上课。这个幻气。拿出来呀，换气呢？报告老师，昨晚上有高年级的抢我们的换气，叫什么纯色帮的。所有人都被抢了吗？我的在。我的也在。我也是。我的也在啊。可毕竟有人被抢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身为一个幻术师，连自己的换气都看不住，还拿出来说，很光彩吗？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，不想被欺负就努力变强，以后这种丢人的事别告诉我，听清楚了吗？蠢货们，听清楚了。没有换气了，到后面用教学用的临时换气。是是。婆婆大人，官人来信了。啊，香儿。娘，见字如面，我真的考上天武学院了，现在已经是一名初级幻魂师了。天武学院的环境特别好，给我们新生的住宿环境也不错，就是采光差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毕竟我们是来学习的嘛。吃的也很好，每天都能吃上肉，
隔三差五还能加顿餐什么的，同学们也都非常优秀，果然是高手如林啊。不过我也不差，就算是中游水平吧。总之您不必挂念我，您自己要多保重。另外赶紧把小芳赶走。大官人，大家停一下，基础知识和技巧大家也练得差不多了，下面我们来实战演练一下。这位是你们的学长，也是上上届幻术基础课的冠军幻四同学，他主动要求想来指导新生，正好可以和你们切磋一下，也是好事。哦，他身后那个人左岸好像，这家伙难不成也是纯色帮的人？应该很强吧。四哥，就是那个白毛和穿斗篷的。我知道了，来，俺这的班长你先来给大家做个表率。师兄，万四点到为止，不可出手太重。是老师。师兄小心啊。哼，一字开山剑，千手百足拳。大师兄，真的假的？好像打出无数拳啊，打昏了，只用了一招，真有点邪的。还好我没选班长。嘿，老师，我想自己挑选对手。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，幻四？放心，老师，我不会欺负学弟学妹们的，我一对二，这样够公平吧？白头发那个，还有穿斗篷那个，你们俩上来，咱们切磋一下。谁让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，竟敢惹我们纯色帮？被一年级打成这样，你们还有脸回来？四哥，你听我说，其他人都搞定了，但是有两个家伙。尝尝幻四大人的厉害吧，真是活该。我接受。很好，你呢？真是麻烦。哎，千手百足拳。有点意思。吊炸天啊，干掉他，让你嘚瑟。那边那两个你们也一起上来，让他们看看新生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被你害死了，你闹得最坏好吗？纯色帮。是的，院长大人，今年似乎闹得格外凶，要不要学院出面？不急，继续观察。对了，今年的新生那个楚凌霄怎么样了？他吗？这破木板也防不了身啊。楚条狗，你没事吧？奇怪了，我之前的神力呢，怎么都用不了了？人类，阿紫，万处虫王的力量你还无法自由驾驭，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你的第二件幻器。对了，五四岛上抽的那第二件幻器只能试一下了。有点累。这家伙的幻术很奇怪，就好像有无数只手。应该是斗篷的问题，这家伙每次发动技能，斗篷下都会聚集很强的幻物力，你我从两侧牵扯住他的火力，中路就交给你了。好，那我干什么？躲起来。喂，你们几个嘀咕什么呢？
聊。不是吧？你小看我！啊！什么？人类出现了！什么？呀！哇！四只手！原来这家伙有四只手啊！难怪！哎、第二件幻器，虚空印，有香。原来是用斗篷做幻器，隐藏另外两只手。配合高速体术，就像有无数只手啊！这家伙，所以他叫幻四啊！可恶，臭小子，你敢阴我！够了，幻四，课堂切磋而已，别闹大了。你们的心思我也知道，适可而止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真正的战斗就是这样，丝毫都不能松懈。行了。互相行礼，这是规矩。赶紧把学长的斗篷还回去，你留着果冻了。是。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之前用这东西打扫过房间。哼，你们这些家伙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只是